大家好呀，欢迎收看我的八月购物开箱。首先是第二次回购的 L Super 的鹅绒枕，舒适的枕套对于睡眠不好的我来说真的尤为重要。这款用了 5A级 白鹅绒，不仅柔软蓬松，还透气排汗，包绒子含量达到了 95%。上下层鹅绒看不见的地方有护颈内心，内部分为五个承托区，按人体结构将枕部划分为不同软硬厚度的五个区域，也适应人体头肩颈各个部位，尤其是颈部。很有支撑力，中间腔体的填充让它比一般的鹅绒枕更有支撑性，回弹好的同时又不易塌陷，完美改善了我的睡眠质量。第二个是一件我一直以来很想尝试的古风小上衣，就是那种软糯唯美的感觉，蕾丝内搭配上薄纱外套，飘逸清冷的范儿就已经有了，斜襟的珍珠扣也是我喜欢的，还特意买了两条复古项链来搭配，第一条是个千金风的小金锁，喜欢这三朵小铃兰，真是物美价廉的小东西，搭配这件上衣就是个妥妥的古风大小姐。第二条是个金玉搭配的长款项链，可以给它绕到手腕上做多层手链，当做项链就很复古超好看，古风怎么能少得了发簪呢，入手了小猴子的同款木饰发簪，简简单单的好喜欢，这味道一下子就对了。接下来是一件家居服，我这个懒人就真的很爱这种宽松套头的长款家居服，莫代尔的面料超级舒服。下一件是看上了很久却一直缺货的 COS 家的连体裤，宽松的版型绝对是梨形姐妹天才，背带也是可以调节长度的。给小朋友补货了一件防晒衣，之前的那一件出去玩时搞丢了，太爱这个配色了，面料也是超轻薄的。接下来是一套少女风两件套，大家的盒子也太好看了吧，这种长袖短裤的搭配就既可以做防晒也可以日常穿搭，超可爱的廓形木耳边短裤好喜欢，松紧的腰头包容性更强，还有卡哇伊的小樱花，给大家360度全方位展示一下，原来拍穿搭好难啊。最后是一盒福布的代餐奶昔，最近胡吃海喝过足了嘴瘾的同时体重也直线上升，准备接下来的晚餐就吃它了，试过再来给大家反馈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打扫卫生去了，拜拜呀。Later.